上。嗱，蕭紅喺嗰啲歷史學者裏邊講咧，就係、是、擁有權力可以做好事又可以做壞事嘅非凡嘅人，非一般的人。伯拉阿杜加伯達威唔係肖像，佢亦都唔係英雄，佢狗雄。俾佢成日瞓覺流口水，佢喺嗰度又流口水。如果佢過嚟，佢哋白吉得下啦，班佢哋歡迎。不過冇揾用，流口水。馬哈爹唔係啊，馬哈爹過咗嚟，晚晚都自諗啊。而家晚上喺馬來西亞有兩個個運家係最緊勁嘅，一個就93歲嘅馬哈爹，一個76歲林吉祥。我懷疑佢哋晚晚唔知係咪食東家阿 V 或者嗰啲 B 糖啊，大家最近。馬哈爹是肖像，那那一張是什麼呢？聽我說對了，那一張就是奸賊。14屆大選的主題就是飄紅對冧奸賊。明白，今天分手。有些人說，尤其馬維走狗講咩啊？哎，馬哈爹信唔過啊，靠唔住啊，馬哈爹都好緊奸嘅，成日 U 燈啊！馬華公嗰啲走狗喺嗰邊巢度講啊，你遇到嗰班友咁樣講咧，我今晚教你點樣反駁，聽日嗰邊巢一睇就屌柒佢哋。嗱，馬華公嗰啲你講馬哈爹係奸噶嘛？馬哈爹信唔過靠唔住嘛？以前馬哈爹做首相嘅時候，佢哋咪我暗拍捧春袋，又講馬哈爹幾撚好。依家馬哈爹同那啲屌臭嘅講馬哈爹奸嘅，你班有正冚家產啊！同意冇啊？我會講粗口的，我雖然我讀過書，不過我香港回來的，那是十八仔的，開玩笑。很簡單，我跟大家說，有些人說馬哈爹信不過靠不住，假的。我未繼續去解釋馬哈爹的人格之前，我跟大家說個小的故事。你問個小孩子，小學生，小朋友，請問下雨好不好？小朋友怎樣回答？下雨好嗎？好，我們給個掌聲，可以做主席李可明。今晚大家睇《三國演義》啊，左青龍啊，右白虎啊！各位，你問個小朋友，小朋友，請問下雨好不好？個小朋友冇辦法答你噶。爸爸，下雨好？錯，再講過。啊，爸爸，下雨不好？錯。啊，爸爸，你玩嘢啊？什麼聖誕啊？嗱，你要教小朋友回答咁嘅問題咧。要俾條件 ，set conditions。小朋友聽好，即係爸爸給條件你啊。請問小朋友，久旱逢甘露，下雨好不好？回答。好嗎？小朋友，現在每天都水災啊。請問下雨好不好啊？嗱，呢個叫博士嘅思考方式啊，今晚教俾你，執緊到啦，你淨係捐幾蚊雞啊？所以英文講咩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你回答問題就好似個人銀行申請信用卡，去到怡安買嘢或者去到咩啊？去到食日本壽司有冇 10% 折扣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馬爹係咪好人？馬爹話奸賊？馬爹係驕雄？睇乜時候問呢個問題？22年馬爹係奸賊，而家馬爹係好人。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因為馬哈爹就快去貨喎，唔係我講佢噶，唔係我咒鳩佢啊，佢自己嘅 DVD 要出噶，細啊特男啊垃圾，佢自己講噶，我冇屈鳩佢噶，係嘛？所以人哋佢哋相信咩？人差唔多要死嘅時候係會轉死性啊，老馬依家就開始轉死性啊，剩翻兩年啫，所以馬哈爹講佢做首相唔會太耐嘅，佢做兩年啫，係咪自己計到噶嘛？細啊特男啊垃圾。今年2018年，去2020就差唔多去見阿拉噶，早兩年啊。所以我哋要善用歷史時機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而家我哋要團結馬哈爹，因為馬哈爹喺禁宮裏邊懟嗰只雞咧，馬哈爹係最緊要嘅。記得馬哈爹是全民公豬，那就是全民公敵。我發音準唔準啊？咁啊，講多次啊！馬哈爹是全民公豬，那就是全民公敵。明唔明啊？我正話講啦，我哋 reform 啊，司馬投票冇得跳喐，自己計噶嘛。去到禁宮，嗱，而家嗰邊政見畫咗，馬爺同胞入咗嚟喎。
如果冇麥夏爹，你叫黃文彪去打死硬，你叫 Professor Macri Mari 一樣死。今日冇麥夏爹，麥夏爹嚟，佢講一句好過你講一萬句。你唔信啊？我講翻段古嚟聽啊！兩年前，林吉祥嗰陣74歲，同我哋嘅劉振東、廖振東，有份州嘅 MP， 有份州嘅 P， 有呢個行動黨主席，去一個馬尾區喺新山叫白色古丹開咖啡店觀談。兩年前政治未咁穩勁嘅時候咧，得幾個阿伯喺度吹水飲茶，聽林吉祥吹水，吹到一半嘅時候咧，白色古丹係毛統區啊，有嗰啲麥冧必。穿紅衫嘅飛舞刀啊，毛統青年團啊，你冇多嘢啊，係等於 stop， 係啊，吉州你唔可以亂講。劉振東繼續講，我班友定轉頭落嚟捉住劉振後喎。請你等下問阿耀 ，police 噶，要轉下電線，跟我。林吉祥74歲，啊得冇。嗰啲劉振東講唔好講啊，我哋閂麥上車走。我睇到報紙《星洲日報》頭條放封面。我哋劉振東講：如果我邱光耀院講邊個咁撚好嘢上台捉住我，我一一打佢出嚟。劉振講你打得，你一個打10個添。不過對方係麥倫必喎，對方係毛統嘅三星喎。你打咗個一粒過去，佢即刻用手機影咗相，今晚上 Facebook、RDM、DVD 噶。Superman， 我等戰啊，不過咪嚟用，死啦！水洗都唔清啊，啱唔啱啊？佢就讲行动党唐人打马人，佢唔系讲超人打三星，你佢唔会放魔风标题噶，佢系放火箭唐人打马拉人，我就水洗都唔清，所以冇办法。当时报纸我记得用一个蠢语，领之想忍辱负重，我读得书少，呢句成语好深，我唔识用，我识嘅就系领之想揸住出台。被逼74歲的阿哥要為了10多20多歲的僆仔閂麥走，看到沒有？這個就是政治現實。為什麼阿美毛統欺負我們少數民族，我們選舉怎樣選台他反了，如果馬尾同胞不繼續繼續反跟著反，我們沒有辦法對著毛統。你記住毛統是海盜，虎同失鞋刀，我其實唔係自己講噶，馬爹屌佢都係喎，你班海盜啊！以後阿財哥睇緊直播，國陣呢條船就海盜船60年，海盜船那即係個船長，佢老婆其實揸船噶，老公嗰度有嘢嘅嘛，嗰度有嘢搶啊，快啲啦！兩公婆就海盜，所以5月9日。對冧海盜，好唔好啊？跟我嗌一次好嘛？我嗌5月9日，你講對冧海盜好嘛？5月9日，對冧海盜。5月9日，對冧海盜。5月9日，對冧海盜。喂，你隊去隊，大家隊，冇馬人隊咧，佢哋打唔贏啊！所以而家我哋要揾馬哈爹做船長，馬哈爹啊 ，O Captain， 馬哈爹上嚟啦！你冇睇嗰個貴格唔飽嗰啲？貴格唔飽嗰啲麥片咪一個老船長嘅嚇，貴格麥片咪即係貴格唔飽麥片啦嚇。馬爹係老船長，依家馬爹揸條船，我哋入邊有林德祥啊，又攞槍攞炮啊，安華德安華乜鬼監啊？我哋依家橫空無疆嚟緊啦，要懟翻60年嗰個破船，要懟那隻個海盜船，大家俾力我哋得唔得？我哋要買軍火懟冧去，今日就捐錢得唔得？要捐錢啦，等捐錢冇破幾千蚊，我懟你啦！就好簡單，我話點解麥夏爹咁重要咧？因為麥夏爹就可以喺鑑崩講話，影響我買啲同胞一齊反。你唔信？林吉祥俾人揸住，一定要閂麥走。嗰班撲街由佢踢麥夏爹嘅場，半年前喺沙林，麥夏爹院講 nothing to hide， 係咪啊？真係要講那出嗰啲 one MTV 貪污嗰啲醜聞嘅，結果嗰班優嘅又會錯咁多又嚟喎，今次又著紅衫添，釘鞋、釘凳，仲放嗰啲咩煙霧彈，砰！馬爹點啊？
馬爹不會學林吉祥爹爹岩化走的，馬爹閃一邊。然後呢就馬爹那些馬仔又穿紅衣服上去打架。馬爹吐粉彈我的僆仔，打到那班冚家產一撲一撲交回給馬丹。結果報紙不會出馬爹不是要撥高難出不是要報的，不會說的，就是講 Bersatu Bermuda 撥高三星，明白嗎？馬爹走一邊，馬爹怎麼想呢？馬爹沒有說話，不過我看穿馬爹，我跟你說馬爹當時想什麼呢？馬爹說你這樣撲街，你這樣招數阿叔發明的，你媽你明白嗎？這些這樣招數踩場啊潑漆啊殺都不是你先啊抽獎啊鹹不鹹馬爹有份發明啊，哪知用這樣招數對付我，黐撚線啊，我食鹽都去食米兄弟，走一邊啊手皮啊撲街。所以馬爹好嘢，馬爹是驕雄，蘇丹跟他拿回他的那個達都3，如果他唐人一個達都，蘇丹拿回你的那個荷蘭水蓋，他立刻跪低啊，怕到腳都震啊，馬爹給你回去了，阿老婆給回去，是我們看戲 selfie 看 Star Wars。 看馬爹好厲害，你看馬爹93歲還可以駕車落水，哇那數還可以駕車，你看馬爹怎麼站的，你看哪一隻怎麼站的，有沒有看過哪一隻怎麼站啊，哪一隻打 golf 的時候我沒有屈他，屈他是假新聞 fake news，我講話有根據㗎，係嘛？你睇馬爹啊，真係鬧血咯，驕雄。所以驕雄做嘢咧，就好多人違反正常人嘅邏輯就係驕雄啦。嗱，馬爹咁大年紀啦，一般上咩啊？人性嚟講，年紀越大就越保守。馬爹越年紀越大就越癲，去同佢曬冷。所以記得啊！我同大家講一句英文啦，大家學啊，好簡單嘅，學一個要講俾茶保傳啊。呢一屆大選就係 Do or Die, Now or Never。Do or Die, Now or Never。明唔明啊？即係一就成功，一就加陣。嗱，即係咁樣，馬爹都係。我哋火箭黨如果輸咗，做翻反對黨。馬爹輸咗，成家會俾 bankruptcy， 佢個朋黨會俾人清算。馬爹可能臨尾。打住贏咗過去 charge 鳩佢，煽動罪，佢唔知幾多條喐過嚟，喐蘇丹，馬爹可能臨尾都入邊踎，所以馬爹梗係搏命嘅。你睇周星馳嘅戲就咩咧？就係曬冷，開底牌嚟見我，我計接過啊！我而家大你唔起啊！馬爹係玩大嘅，係曬冷嘅，所以當馬爹曬冷嘅時候，你仲出嚟支持過你？你傻噶，係咪啊？有些人說什麼，那些馬華狗在國比茶堡說什麼，甲巴星真是浪費了，甲巴星早死了，如果甲巴星不死他一定反對林吉祥和馬爹合作，很多人說是不是，國比茶堡說的廢話，還有報紙啊評論啊寫很多的東西，甲巴星有原則，林吉祥投機，如果甲巴星不死就絕對行動黨不會和奧馬合作，那你去安順啊，你去安順那間神廟問過甲巴星相同是不是一個打刀甲馬星啊？大家安順啊！我唔知道你佢面有冇去拜過啊？打安順嚟咯喎！有啊？你問過咩啊？甲馬星上身啊？阿星爺上身啊？我同你講，如果阿星爺未死，星爺今日都會支持我哋同馬啲合作。點解？我分析俾你睇。1985年，當時係東姑達沙利做財政部長，土豬佔用曹穩、林吉祥同甲巴星喺國會 school 到去釋放開花。不過佢1987年同馬爹屌臭，佢 B team 嘅，馬爹 A team 嘅，結果佢出咗嚟成日8D18E5BLOWNUM。林吉祥咪同甲巴星咪同東姑達沙利合作，當時唔係叫烏巴，當時叫咩啊？杜加。不過俾馬爹出咗個陰招，輸緊咗。馬爹好嘢噶，馬爹就影到張相。東姑達沙利去到沙巴跳啲團結黨嗰啲金收帽，中間有個十字架，哈馬爹腳喐佢就去講東姑達沙利出賣馬人，準備趁機知道之後，達沙利就咁樣呵呵咯。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當時安華做緊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嘅經濟改革方案，林吉祥夾硬性唔同意嘅，咪俾個親 IMF。不過奧馬屈佢話去搞屎忽，結果安華就出咗嚟 reform 阿斯，係夾公正黨揀贏。林吉祥同夾硬性咪一齊同安華 reform 阿斯，夾硬性仲同安華做咗10年義務唔收錢嘅辯護師啊，明唔明啊？所以你睇今次馬爹過嚟，那棒吉越來越高，以前是洞姑娘沙的财政部长过来，过来就收安华副首相兼财政部长过来，过来就收，现在是穆希丁副首相兼马蒂曾首相过来，我又不收的，是吧？他级数越高，对不对？孙子兵法说什么？凡是从敌营过来的我们都要用，凡是从敌营过来的我们都要用。如果这句话你不懂呢，我就讲一句话，是引用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外交家，个名叫周恩来，听过吗？听过周恩来的，拍手。周恩来，周恩来讲过什么？听好啊，这句话如果是 Facebook 查不到的，你找我，我丢给你，我不是我自己作的。周恩来讲，交朋友是不是有孤立敌人？好嘢，周恩来，毛泽东就打游击战的，一直打一直打，周恩来就谈判谈判谈判，结果整个蒋介石输了去台湾，因为周恩来说交朋友是不是有故意敌人，我们今次交马哈丁的朋友是不是对那只鸡故意敌人，明白的，不要拍手。所以马哈丁好嘢，马哈丁过了来一针钱，他们都没给他，他们没给 promotion fees， 又没给广告费，他慢慢跟我们一起做，对一只鸡你执到的，阿拉派他来跟我们一起对只鸡的，明唔明啊？所以今麥克爹過咗嚟，佢哋有善用麥克爹，我冇講利用啊，你唔好屈鳩我啊！善用麥克爹，反借麥克爹，然後懟咁只雞。嗱，麥克爹嘅作用咧，唔單止就係依家啫。我哋馬來西亞嘅國會有222席，如果民主國家113席做政府，不過馬來西亞唔係民主國家。馬來西亞亦都唔係獨裁國家，馬來西亞係獨裁同民主嘅中間。獨裁就共產黨冇得選舉，民主就西方一選贏，哪怕是贏一直佢俾你。馬來西亞係中間，第三世界亞洲好多咁嘅國家嘅，東南亞。鵪鶉鼠子唔係嗰個魚寶嗰個楊紫瓊啊，真嗰個啊，嗰個假嘅屌嚇，個馬華公會有佢啊，真嘅楊紫唔係真嘅楊紫瓊屌，真嘅鵪鶉鼠子。90年代選舉贏咗過後，即刻俾軍政府捉咗。屋企困咗20年，泰國嘅首相塔先，我親戚嚟噶，塔先客家人姓邱啊，做雞，贏咗選舉，軍政府唔同意上街走佬，塔先嘅妹又去贏選舉都要走佬，馬來西亞以為馬來西亞好多到泰國咩？馬來西亞唔係一個撲街國家噶，因為拿住嗰班友去輸緊咗，佢知道要坐監嘛，佢未必咁順攤交出政權嘅。所以如果我哋今日投票，今晚9點開票，萬一馬爹輸咗，萬一馬爹輸了，你知道馬爹會怎樣嗎？我表演給你看，我看周星馳對宣唱，馬爹就會噴血而死。林吉祥有 cancer 知道嗎？如果今晚開票冚棒輸了、啊、金寶啊安順啊冚棒輸了，你知道林吉祥會怎樣嗎？我表演給你看。大家知道謝霆鋒嗎？知謝霆鋒阿爸嗎？謝賢啦，以前拍好多粵語殘片嘅，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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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林吉祥啊，聽衰死。然後阿哲同個 smile 點咧？今晚開票贏緊咗，阿哲同個 smile 嘅公婆就要開心到死。點解咁開心咧？因為佢咁貪污。買人又不會反，唐人又縮唐翻俾馬華，結果我哋反呢個冚棒打，俾人打謝曬。阿接講你班友真係傻蟹啊！個蟹唔係粗口，係嗰個魚蝦蟹啊蟹啊！你班傻蟹，我咁貪污，佢仲投我，所以我一定會俾翻啲嘢你嘅。俾咩 ？GST 88先。多謝你班傻蟹。嗱，你要唔要30年後，我哋面對咁嘅局面咧？千祈唔好投俾國陣。
所以你今次冇火箭頭啊，頭癌眼。好多阿婆講：哎呀，我幾十年、52年啊，我幾中意嗰屋嘢啊！屋嘢幾大嗰個，我好中意屋嘢。而家冇咗屋嘢，我點投啊？阿婆，冷靜啲，唔好咁激動。阿婆，我知你中意屋嘢，我唔好冷靜嘅。呢個係眼嚟嘅，係咪啊？眼係攞嚟睇嘢嘅，英文嗰叫屋嘢，係咪啊？LOOK 係咪啊？冇咗火箭屋嘢，有個眼嚟屋嘢，咪一樣啫，阿婆。做咩咁衝動啫，阿婆？係咪啊？有啲講個阿伯眼花，個阿伯阿咪依家有顏色，佢睇到啫。個阿伯色盲啊嘛，個阿伯去到投票中心睇到嗰個青色嘅月光同藍色嘅眼鏡，冇咗顏色，選票係黑白嘅，大家知啊，投個票啊，會投錯噶喎，睇個圓圓，佢唔會投國陣啊，佢揾火箭揾唔到，佢想揾圓圓，會畫撚錯咗啊！放心啊，依家阿伯冇咁撚蠢啊，依家阿伯個個玩 Facebook 噶，依家阿伯好運性啊，係咪啊？selfie 啫嘛，嗰啲色盲嘅唔識分眼嘢，同埋回教黨嗰啲阿伯死緊咗好耐啦，好不人噶，大家唔使驚啊，信我啊，廿一世紀噶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依家阿伯好少睇報紙噶，阿伯玩 Facebook 噶，係咪啊，阿伯？係阿伯夠唔夠拍手啊？不過。阿華江會嗰班撲街又唔係咁撚蠢嘅，佢有好多蛇招噶。佢哋喺國標茶杯又講咩啊？就好多報紙稿寫嘢嗰啲，嗰啲撲街記者，我唔係講你哋啊，個撲街評論就寫咩啊？你哋行動黨點解要逼我哋選擇喺華社咁辛苦，玩都係玩？喺星洲南洋中國報好多咁文章，點解你要王對王啊？要派廖振棟去打威公公啊？知唔知邊個威公公啊？又一樣啦，廖振棟嘅威公公，廖振棟嘅首長又係肉，手背又係肉，火箭又人才，威公公又人才，佢哋點算咧？嗱，嗰啲嘢係嗰啲文章係屙緊噶，喺嗰邊茶鋪傻緊先會中招啫。我今日同你講，我歷史學博士，我讀中文古書多緊過啲記者。多緊過佢真定邪？我同你講，我哋中國人本來打仗就係玩堆玩，冇吹水噶。赤三角演義，散宴爭吕布，最後係關公出去打嘅。關公係玩啊，吕布係玩啊，大家都係名將對名將，玩堆玩。如果我哋唔係派劉振東去打威公公，我哋派阿鄭伊蔡新人啦、啊，病嚟啦。美女刺客啊！我哋派鄭伊蔡、黃家和方人、鄭伊蔡去打黑水區，去打威公公，你就懷疑你喺面食多錢放水啊？鄭伊蔡唔係人才，喺余寶打過周以直，慢慢磨練下，啱嘅。你調鄭伊蔡去打威公公，或者調鄭伊蔡去安順打嗰個馬燒腸，你即係行動黨咪即係甩咗水喎，放水喎，俾佢哋贏。冇可能嘅，而家大炒翻低113席，每一席都重要。馬華打到去變70-20都唔夠，馬華要打到去撲街，搶曬入去，我哋先至去大炒翻低。我哋冇放水啊，根本都要贏，安順要贏，怡寶嗰啲東區西區問南極南區及九區乜，佢都要贏，同唔同意啊？同唔同意啊？馬華贏咗，馬華贏咗同馬華輸咗同你冇關係噶。馬華講咩啊？我們馬華公會代表華人，如果馬華死了，華人也死。黐線講呢句話，有冇腦啊？你講句話。馬燒腸講咩啊？你們新黨很嚣張，派李可敏來安順殺掉我，要殺掉民進黨。屌你嘅話要差撚多啦！我们马华代表华人，马华死华人跟着死，那比那
是马来西亚半岛最多唐人的州，就在辩庆。从308到505到现在十年了，了街大选马华民政国丧之路吃鸡蛋，辩庆唐人死了有没有啊？他们行清去辩庆行清啊？辩庆行不行？他们继续指佛塔啊，放那些啊，烟灰中啊，骨灰庵啊，我黐人线。吉隆坡仲有石硬窝，亦都是唐人最多的地方。吉隆坡国会同埋石硬窝的 DAB 三步赢晒马华民政国丧，输硬窝州唐人死晒啊！你哋行清去石硬窝行清噶 ？Not make sense。所以我超人雖然講遠講粗少少，大家 接受到我。佢同我解光頭，好過我啲冒招犬蛇。我同你講嘅嘢係句句係真言，不過我唔會拋書包。雖然講我讀書唔會差過好多人，不過我就同你講好簡單 simple logic。佢哋依家 do or die now or never。馬哈爹如果過咗嚟，我哋唔團結馬哈爹，利用一個黃金機遇，我哋冇機會嘅。依屆一輸咗個學咧，馬來西亞永遠冇得作反。我都講咗，一就係靠掉手榴彈，一就係靠劃選票。我哋冇叫掉手榴彈，冇叫用機關槍，我哋劃選票。你選區又咁艱，唐人人口又咁少。今次如果馬哈爹輸咗兩國一身，馬哈爹嘅黨應該就解散咗，好可能我啲投機分子又翻返無痛。回教黨出嚟嘅叫阿敏啊、陳先達，佢哋如果輸到冚柴冚旗，佢哋講咩？嗰啲開明嘅中庸嘅伊斯蘭，佢哋又唔投，你哋投回教黨嗰啲極端嘅，佢如果搞政治嘅，我不如搞翻極端咯，佢唐人死啊！大家鬥搞極端過我哋唐人同印度人就死啊！馬哈人有理想嘅，佢通過選舉又懟你唔禁嘅，佢搞咩？佢搞 IS。用槍。馬來西亞如果今次大選輸撚咗，我敢講未來三十年馬來西亞會非常政治動盪，動盪就唔係通過選舉，係通過個槍。呢個一個歷史學者同你講，因為我研究拉丁美洲、非洲跟亞洲許多第三世界革命跟改良之間掙扎所產生的弊端。我有讀書，雖然講我講粗口。我再講多一個，好多人唔講嘅，講曬一個我就交俾你今年十五分鐘，指定計嘅。馬爹仲要點解？馬爹唔單止依家要喺馬爹咁風牽海嘯，如果萬一佢哋贏咗113席，都唔代表聽日會做政府。如果冇馬爹，馬爹點解今次要宣布我們是政府首相嘅替代人選？以前我哋都冇宣布安華噶，大家以為安華即係回教黨冇同意嘅係嘛？點解依家我哋特別喺半年前就宣布馬哈爹係過嚟嘅天梯首相？哎，馬哈爹講，如果你唔宣布，那次就會代表你宣布。佢咁幫講贏咗個林吉祥做首相，因為你唔講啊，你唔講佢同你講啊。咁馬哈人就驚啊、哦！我知那次貪污，不過那次點都係馬哈人換咗林吉祥做首相唔得，呢度係丹拿馬哈要布米斯坎，一定要俾翻馬哈人做死啊！含淚吐苦痛。所以我哋一定要俾馬哈爹做，點解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明唔明啊？馬哈爹做咗咪馬哈爹，馬哈人吉温係個人，不過係馬哈包頭個人。今日投票贏咗個何咧？如果係馬哈爹唔喺佢哋呢度，林吉祥想做首相，聽日可能真係動亂。所以我話，如果今日佢哋贏咗113席 ，Inshallah 贏113，馬哈爹72小時要做嘅嘢，我可以算。馬爹未必做的，不過我講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第三世界一定做的。馬爹一贏咗過後，即刻就要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eChat、WhatsApp 公布咩？大家高興啊！馬爹同胞唔使驚，因為依家贏咗過後，點病都係馬爹人。我馬爹都係馬爹人，所以馬爹同胞喺錦邦，聽日唔好作飯，唔使驚，唔係林吉祥做首相，我嘅副手格温亦都係馬爹人。馬哈人放心，聽日屎坑領導上台，仲係馬哈人做政府首相。咁馬哈人輸咗過後，馬哈人支持我哋過後，毛統輸咗想去挑撥離間嘅，馬哈人都會中招。第二，馬爹講公務員聽日唔好唱街啊，公務員同我翻工啊，馬打唔可以上街玩嘢啊，坦克車唔好開出街啊。聽日仲係我哋馬哈人做政府首相，軍隊壓制，馬打壓制，公務員唔好作反，冇事。第二件事要做嘅。
馬爹就要將你扣面啊，係咪 ？Dr. Cool 係咪仲要競做候選人啊？贏咗個冚唪唥113席，冚唪唥去一個地方，唔知道咩地方。馬爹唔知道，然後沒收手機。嗱，呢扣面有經驗啦，308嘅時候贏咗個係嘛？308當晚贏咗個何冚，跟長從便釘飛車過嚟，見咗佢哋行動當，有支火箭啊！18支火箭冚唪唥沒收手機，然後大家不可以出面聯繫，點解呢？對方就會收買你。哎，兄弟發達啦，今次有冇得傾啊？要唔要零售或者批發啦、啊？我樹一封過咗嚟喎，黃家和你過唔過啊？黃家和聽講嗰時俾10,000你係咪？10,000啊！黃家和新仔啊，當時新仔308第一次又係歸和苑啊，睇到冇？俾黃家和嘅掌聲，10,000都得。所以贏了113席，當晚麻麻地將大家合人收在一個地方，然後沒收手機，對方就會打電話來了，嘟嘟嘟嘟，能否讓安大道得了你大麥跟不得起不得過往讓安大道的所害。72小時第三件事要做的是什麼？好多大三世界都做噶，馬爹會唔會做？我相信佢會。馬爹就吃用佢手機打電話俾邊個？打電話俾印尼嘅總統做告別。阿爸，幾多講乜啦？七八，多多數啦。咁一啲 love 跟 Christian 包都結得，因為印尼係影響到馬來人同胞嘅政治觀點嘅。如果佢哋呢度反咗，印尼總統支持佢哋新政府，同佢哋承認新政府聯合邦交，呢度就唔會點樣再作反。第二個電話，林吉祥冇嘅，因為林吉祥做反對黨咁多年，佢國際嘅 connection 好差嘅 ，terms and conditions 不佳。安華都冇，安華就算有，佢都打唔通，因為佢嘅插槍喺中間部嗰冇插電。所以馬爹第二個電話就要打俾邊個？打俾習近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麻煩你聽日起身朝早叫外交部發賀電，恭賀我們。希望人民新政府上台，你们这边有23%华人，不要发生排华，不要有东湾，中国表态非常重要。习近平收到短信或者是电话，哦 ，OK， 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今天非常欣然的恭贺我们的友好邦交国家马来西亚通过和平选举，实现政党轮替。为了维持马中友好，一带一路大家稳成，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恭贺马来西亚新政府任性。第三个电话要打给印度的总统，印度的首相布迪，布迪这里有8%印度同胞，曾經是第三大民族，現在喪亡孟加拉第三，他們第四，不過都很重要，因為這裡始終重要的民族是印度同胞。你在印度又是 Commonwealth 的大國，我們大家都是 Commonwealth 共和聯邦，你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民主國家，美國第一，麻煩快點發賀電證明支持我們馬來西亞新的政府成立。印度發賀電，新加坡、泰國、菲律賓、 ASEAN countries，然後英國 Commonwealth 大哥一發去驚美國，跟住承認 NATO、European Union 澳洲聯盟、韓國、日本，最後回到非洲，差不多3-4日，冚唪唥去驚離曬，拿住就幹 case。呢個係國際政治，好多人唔識，我講你聽，因為我讀書多過你，信夠我拍手。唯一一個國家可能唔表態嘅。我預咗佢唔表態嘅，就係北朝鮮，算緊數啊！北朝鮮個肥仔姓金噶係嘛，姓銀啊都冇辦法啦，姓金嘅啫係嘛，算數啦。其他國家民主國家同埋西約邦交200幾個國家，紛紛喺3-4日到一個禮拜，喝電完全新承認我們新政府，那即就知大勢已去，咁我哋先至係一個穩定嘅新嘅。希望人民政府，大家希望看不到这些人吗？希望吗？希望看到这些人诞生吗？所以首先你要帮我，你要帮我做几件事。第一，今晚院讲，巴巴真知区面院讲，他们 Facebook 一定帮我 share。第二，
一定要嚟參加我哋行動黨或者係西方人民各個政黨舉辦嘅咩啊 ？Touch up 啊！我哋嘅支票跟建票的培訓課程，最多一個小時。然後佢投一票過後飛冇多，去到唔知你近面打咩區或者黃家打咩區做佢哋嘅呢個建票人。黃家和唔會咁孤寒嘅，佢一定會俾翻個飯盒你。有冇？應該有啊。周星馳嗰四鬼雞雞飛都要飯盒啊，大佬係嘛？你唔好咁冤枉，唔俾飯盒啊嚇！如果黃家和唔俾我俾，我賣 DVD 夠夠俾。嗱，六十年啊，我哋六十年俾毛統恰我哋六十年，而家我哋等多三十日，你俾五年我好唔好？五年啫，五年啫，我冇話，我話你俾毛統六十年啊，你俾翻我六十年啦、啊。冇嘛，我講話冇咁野蠻啊嘛。你班戇鳩俾毛統六十年，依家我俾五年，你仲左度右度，你咪傻噶？係嘛？我哋喺邊咧？我哋喺食硬喎。在半島最有錢的兩個州我們管得最好，以前你說我們行動黨口爽爽大隻說不懂管，我們308你給了機會我們，我們兩個州管得這麼厲害，聽州管又歸我們的，是你那隻死飛雞聽收兩千萬，是不是黃家和？是啊是啊，害人到我們做十個月就沒了。現在要報仇的時候，三十日行清報仇好不好？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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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日我哋個邱光耀雖然講我軟講厚面皮，不過我都有良心嘅。如果我哋喺石硬窩喺以前劈得十個月，加埋我哋變呢個十年，管得好差，貪污拍 DVD， 政治一塌糊塗，我都冇面上嚟呢度，喺一個叫做上環十八嘅古惑仔嘅區。同大家要求的比我五年，是吧？因为我们有 track record， 我们有十年的良好之路，所以现在我要你用我们的 track record 来比五年，我们将这个国家 overhaul， 知不知道什么叫 overhaul 啊？ overhaul 就能够了，见到所共变，蒙古斯纳吉。